短池世锦赛七人确诊新冠，至少四人是运动员。2021短池游泳世锦赛在阿布扎比进行，据国际泳联证实，比赛期间已经有七人新冠检测为阳性。尽管国际泳联没有透露这七人是否都为参赛选手，但是新加坡游泳协会发声，队中14名游泳运动员中有四人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，但目前已知的是确诊者已经退赛并接受严格隔离。